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魔王的收割季，梦幻的魔界之王超级。我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暗队，暗洛基暗队哈、哦。这个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蛮常见的，特点是这一只啊。哦，这是黑帝斯等级一，哦，想要拿来那个测试一下，等级一，然后这个 CD 没有练，好、哦，拿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关卡的一个通关的可能性。基本上两 combo 应该是全少了哈，因为双洛基不管是一吸还是高吸，它的倍率都不会变哈，就是以 6.25 的倍率上去计算。哦，我要打第四，哦，我威力好像有点太强哎，我要处技哎，不会吧？这个两吸，我记得火的防御力好像蛮高的。哦，对，刚刚好，不是防御力的血量啊，讲错了。双洛基暗珠掉落率的加成，这个要稍微记得一下，所以暗珠尽量把它滤到下面去。哦，因为我没有练技。机会有点危险。我是第三、第四啊，哦，第三还好。CD 还有12哎，这个慢慢跟他玩了。CD6到王冠差不多了，所以这回合我就先补一点血量。我又怕到第五关反而没有血量可以用，当然可以的话，我们就是也是做多一点这个。下去会不会全死啊？哼，残血，因为加了黑帝斯，所以攻击力我在算会有点小小的误差。这一吸下去，应该两只都死了，不打也不行，好吧？今天要打就用力打吧，给他一个痛快。妈，我的暗珠嘞，留一点给我。好，等一下我电话哈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各位久等了。好，漂亮 ，CD3。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建议各位这时候直接开这只了，哦，趁我们这个 CD3 的时候，让它挤一下 CD， 然后这个做一整排。哦，做一整排。嗯，会不会威力太大？会。啊，刚刚好，漂亮，我喜欢这个攻击。这样可以让我多出一点技。好，哎呀，多了那一个暗珠应该就再见了。哦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的黑帝斯也跳起来了，先杀这一只好了。刚刚算了一下，这个我的攻击力来讲，应该开黑帝斯下去，总攻击力60几万，好，哦，一 combo 啦，一 combo 的话60几万，9300，所以我先做强化的，这样好像补太多了，要补少一点，哦，这样就好了。
这样的血量就是我要的。好，不消，让它扁。千万不要天降补血就好。哦，好，非常好。这个血量是我们要的。哦，六十几万嘛，我们算一下啊、哦，就是一吸的话哈，六十万乘上大概奥丁快 2.5 倍，这样150万。所以我天空上面应该一定要有吸。哦，没有吸的话就是 G， 呵呵哦，不是 Cup 哦，就是它上面要是没有半点的那个可以连的话，我就是 GG 了。哦，这蛮大的一个挑战哦。哦，基本上这两个是不能开的哈、哦。来吧。嗯，吓我一跳嘞！我想说按住。好，五 combo 再来，六 combo 应该是可以 KO 了。哦，非常好的一个攻击力，100多万，漂亮。哦，当然不要这样赌，好吧？只是好玩的一个玩法。哦，如果天空没有新珠的话，就 GG 了。哦，所以天空至少要有 combo， 不然就是要有新珠了。哦，以上这个是还蛮无聊的一个打法的一个。实验，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